火热的大太阳前，少女却反常的包满全身。这不是一般外套，它可是日本业者最新研发的抗暑新武器——空调风神服。风神服号称机能性十足，在腰部两侧装上两个超级风扇马达，夏天穿上它走出门，走到哪身上都吹着超舒服凉风。最大で1秒間約30リットルの風が流れます。ファンから取り込まれた空気は体と服の間を上方向に流れ、外へ排出されます。不怕猛烈酷暑，身体也不再因为流汗而湿哒哒。业者更夸下好雨，号称能改变职场和地球的未来。建築業に従事される方が結構大半を占めているので、そういう方は大体ポリ、綿100か、綿100の方を着てる場合が多いですね。空调风神服俨然日本民众的夏日救星，业者还贴心提供多样选择，就算不买外套也能买组合包回家自己 DIY。 已经有多家业者投入研发生产，在日本刮起一股新旋风。记者姚慧文综合报道。